家好，我是宇文。今天运动了吗？今天我们来到古关七雄的东卯山。东卯山呢，在古关七雄里面排名第五名。第五名是什么意思？是它的，因为它的高度。哦，高度。照高度去排。哦，身高排就对了。我们今天的爬升呢，大概会将近1000，但是我们的总长从停车场上来的话，到山顶大概是7.5K 哦，单趟。所以你爬升1000是蛮舒服的一个数字。那我今天会选东卯山先开始呢，是因为东卯山它的视野比较辽阔。哦，它有展望。对，它的展望比较好。哦。对，然后也比较缓上坡。今天就是走古关，然后看看一下这边长怎么样。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就因为我上网查，其实它不是一个很难的路了。它路径也很明显，然后可是。虽然路径明显，但我还是有塞离线地图哦，以备不时之需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有备无患哦。走吧，好走。它会这么好走，是它原本就是导线索的地、哦，对对对，所以它就比较高，高压电的那个台电缆。对对对对对，说到台电，你知道想到什么吗？想到什么？冰棒。嗯every time that you're there, I'm losing my mind. Oh, and I'm hot over the moon. You know that you got me good. I'm not even mad. I need you more than I should. I feel like I'm dying. Oh, and I'm heaven. 为什么会长这样子的？那这是石头山吗？整颗吗？感觉像整颗啊。对啊。他这么震惊。吧是石头啊，还是其实我这样讲出来给人家笑？好吧，那我们就给他笑了，没关系，无所谓啊，笑就笑啊。00，然后还有500这样。我的天！我咋的？那么过吧？哎呀，就窜了呢！我今天才窜了呢！哎，刚刚什么东西？哦呦呦呦呦！我们现在来到东卯山，然后海拔是101690。嗯哼。对，然后我发现东卯山应该是古关七雄里面展望最好的山，哦、所以我们第一座就是爬非常漂亮的山。你是那种这么爽，这么开心，直接先漂亮完。那你后面叫我怎么办？哦呦呦呦呦！后面是练腿。哦。欸、可是这趟也是有练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。你要练不练就是看你的走的速度啦。我要不要练是看你走的速度。你这样子讲，好像你走话蛮有道理的。我就练起来，我现在看路变平吼，我就开始紧张了。不要开玩笑了，来，我跟你讲一下，东卯山可以看到鸢嘴跟烧来。我们好久没有走的百岳，哎，雪山是不是那个、啊？雪山是那个吗？我觉得雪山是那个。好了。好啦，反正就看得到雪山，然后白姑，然后玉山应该在那边。
因为我的 app 坏掉了，所以我的所以看不出来它的位置在哪里了。我就说我方向感很差。我也是一样，上来我也不知道哪一个。反正我偏偏你也相信他。你说是我就说是，我也不认得。好啦，那就是大概上面长这样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下去就是用舒服的速度。好哦。对呀、啊，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。你也辛苦吧？你很累啊。不会不会。还有，你也不能。你累吗？保持平衡。不会不会。你看，哈哈哈哈哈。这是视力。每次都用跑了，拜拜拜拜。做一个那个溜滑梯有没有？就下山的时候有，终点是7+7是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个溪，然后就当那个床有没有？睡床。那也是国宝鱼的家呢，别闹了，我别来。现在天气太干了，所以天刚那个先火烛。呜、嗯、呼、哦哦，才刚说完而已。讲错话了吗？哎，我们要回到凉亭了。耶、yeah.。不远的、哦哦、我觉得你是说你好困啊，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要爬古关七雄是因为我接了一个工作，跟林务局有关吗？跟林务局没有关系哦，没有关系哦，我想要爬山跟林务局，那跟大家很期待的有关系，跟大家期待的很有关系、啊、大家都很希望我去报效国家这件事情哦，当兵啊、欸、你要当兵啊？没有，可是我是要去一个兵种单位，而且是很厉害的那一种，很厉害的、啊、你说的在古关这边就不要動、哦、我知道那个单位、欸、那个单位很硬，我就想说要找我演讲是不是要下面就是签字的时候是卖军旗，哇塞，然后我可能就出不了营区，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因为讲训练我可能也没有大家厉害他们训练好像很矜持的、对他们一定比我厉害嘛，那所以我就只能去那边傻笑耶、yeah, ，回来了。来到登山口，大概跟大家简介一下。哦、oh. ，东卯山它的，哎、欸，刚刚上面讲过啦，我讲不出新东西了。没有关系，再讲一次。东卯山其实走你要晒的地方不多，可是因为它海拔不高，所以还是很热。对，然后尤其到那个电塔那一段。哦、oh, ，对。突然你会觉得自己。要烧起来了，其实这整条路都是有灵影的嘛，所以这条路呢蛮推荐给新手的，那如果新手走的话来回应该是6到7个小时都是很正常的，对，那如果想要练野跑这条路也蛮好跑的，因为它有蛮多平缓的路，但是就是要小心，因为它的石子很多，那石子很多的话就是会比较容易滑，尤其像这种干燥的天气、嗯、我前几天去观音山、嗯、我觉得很有趣的画面就是竟然有人穿着棉梯来爬山、欸、哦，所以他是要干嘛？减肥还是排水？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不知道、哦、不知道衣服材质，其实以前有讲过登山装备啦、嗯、对啊，那就是衣服材质真的是蛮重要的，因为第一个就是你有效的去排湿的话你的身体温度不会这么高，那接下来呢你下山以后你不会那么臭，我觉得也可以买这种小包包、嗯、这是越野包，那越野包的话它其实这个喝水超方便的，它就是哦，你就咬着以后
小罐的，停下来，它就水就上来了。嗯哼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蛮方便。如果你们要煮东西啦，可以备小小的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，往停车场走。行行行，欢迎来到大乐苑停车场，就代表我们回来了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所以我就让你们看一下停车场，就是你们到时候来的时候停车就是停在这里，但这边是没有厕所的哦，所以大家要上厕所可能要看一下哪里可以上厕所。对，好。我们不要再说话了。我好饿哦，又好渴哦。对，我要去吃冰。好，走。现在我来到白冷冰棒哦。哦。怎么那么多虫虫？哦，你穿的比冰棒还清凉的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跟你讲，这个衣服啊，它本来就不是爬山的衣服。哦。它是那种，就是瑜伽没有这么大量的汗，它真的很臭，臭到我觉得。你受不了了。对。好不。等下我看看。不要，你看我的运动内衣是贴身的，而且它布料比较厚。嗯，可是我运动内衣是没有味道。嗯哼，可是这个真的是臭到，就是我自己可能都要这样。我真的要跟大家的郑重的说，材质不对，真的很臭。嗯，这件事情我应该讲很多次。很多次了，对，没错。还有闻。我到时候我直接给你包五叶，好不好？五叶松冰哦，蜂蜜五叶松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哦，你去换衣服都忍不住，我就先敲了一次。哎呦呦！来啊！哦，健康，他照保育哦。好健康哦，你刚刚怎么吃得完？不爱健康的人，哎，这样子讲奇怪。没有讲好不好？说不爱健康的人吃。喜欢吃化学，化学味道的人，这样就很奇怪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说的这张臭嘴哦，只要是健康的东西，他就说很难吃。我很想再吃第三只，但是我想要留点肚子吃别的东西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去下一家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结束了今天的行程。其实我很后悔。为什么？我以为会吃到什么很惊喜的东西，然后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很惊喜，然后就忘了结尾这件事情。我现在呢，只是要讲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赞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以为你要抱怨一下那个餐呢、欸。哦，抱怨一下餐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就是我觉得太贵了。我吃饱之后，我才发现说，有三菜一汤400块。那我们刚刚那样吃就要多少钱？就要400块。然后我们就两菜，对、啊，就还是那个豆腐还就还是油豆腐，铁板油豆腐。真的很夸张，我刚刚旁边像鸡排卖一份鸡蛋豆腐是50块。对呀、啊。好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小小的抱怨。然后偶尔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东西啊。对，踩雷也是一种奇遇。对，反正就是我只是分享我的感觉给你们这样。OK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。好了。拜拜。